是谁，没问过我是谁，但是我想过我从哪儿来的。就问我妈，我说妈我哪来的，充话费赠的。我是谁，我要做什么，我想做什么，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这种问题我只有在比如说重大的事情像高考的时候，第一次拍戏的时候，没怀疑过自己，从来没怀疑过自己。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身份吧，爸爸，然后小公主，然后亲哥，就是我在逛街，突然爸爸，我啊，长得比较着急。我说我93的，没人信，因为我最早给外界、给粉丝树立形象是一个很霸道、很接近的一个形象。我也有鲜肉的一面，我很爷们儿。为什么叫我小公主？我并不承认，我是做我自己，还有做出他们喜欢的那一面，他们才会喜欢上我。有夸奖就一定有那种。不能为了少部分的谩骂，然后辜负了那么多喜欢我的人。坚持自己最初的这个选择，就是不忘初心。就这些，很简单。我就是我呀。